修道之人一般有四种动物不吃，你知道是哪四种吗？又为什么不吃呢？一，牛不吃，因为其善，一辈子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，干活时任劳任怨，普及众生。二，大雁不吃，因为其真，大雁结为夫妇后，一心一意，恩爱有加，即便是一方死去，另一方也会坚守到最后。三，乌鱼不吃，因为其笑，乌鱼一到产卵的季节，两眼昏花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很容易被饿死，这时候小鱼就会牺牲自己为母充饥。四，狗不吃，因为其中，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，终生随主，为主效劳。听完这些以后，你还愿意吃它们吗？